黄子华、邓丽欣、黄婉之、张继聪、林明晶和陈湛文呢日为他哋主演的贺岁电影宣传造势，仲一起发挥创意写集戏挥春，祈求疫情快啲缓和，戏院可以初四重开，新戏得以顺利上映啊！系啊，尽快啦，即系唔单止系戏院啦，即系其他嘅各行各业都希望可以快啲。冇错，有冇信心啊？你即系初四开班？真的是我真的對住燈火咧就唔會發誓啊！真係嚇，我希望啦，係咯，希望啦。你自己咪已經提咗呢個試片？我嗰個係真係試嘅片嚟㗎，所以係唔作得準嘅。佢哋睇嗰啲我冇睇過嘢㗎嘛。我有再睇一個，應該係比你再 update 嘅，係啦，因為一日未上映咧，其實一日都仲會有修改。咁我就我諗係睇嗰個係新過你嗰個啦，係好好睇。我未睇過，我未睇過。咁你睇嗰個又會更好睇㗎啦。咁我好期待喎，咁快啲開喎，一定要。係啊，我覺得好睇啊，即係自己睇完之後，我覺得係好好滿意，同埋即係我作為觀眾啊，我覺得係即係子華哥嘅演繹係好少睇到好正，即係呢個角色係我覺得俾佢發揮一啲係平時係啲角色係冇咁樣角色咯。其實我揀呢套戲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咁嘅，咁佢係做咗一啲大家冇睇過嘅嘢嘅，應該係。不過往好嗰方面諗，今個新年大家唔使跑戲院借票，應該可以有多啲時間休息陪下屋企人啦。Staffy 都話可以暫時放開肚皮享受美食啊！新年太多嘢一定要食啦！頭先你話好中意食糕，其實我都好中意食噶。咁你會唔會限住自己嘅？過年就算啦，唔限噶。不過即係我會限住，可能係某，即係我款款都好想食啊，所以可能每一款就唔會食太多咁樣咯。平到至算啦，平到至算啦。係啊，糕啊嗰啲咯，係啊，同埋好多招待啊，甜點啊，正因為第一年啦，即係香港過呢個過年啊，佢都忙。你自己嘅店啊，佢嘅店好好食噶，佢嘅店噶。没有啦。过年嘅时候，我会每一天都去不同朋友的家去偷他们的饭吃，就是会去偷他们的火锅食，因为呢就是会很照顾我，然后已经约好我就是会跟他们一起过年。明晶系咪今年第一年喺香港过呢个情人节啊？会唔会谂住有啲香港男仔约下你，你 welcome 咁样？如果我中意佢嘅话，我就出去咯。有没有对象？而家对啊。秘密哦，没有啦，还没有，还没有。因为疫情关系，去年停办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日前宣布将于今年四月复办，这个好消息令不少电影人都非常兴奋和期待。作为今年影后大热之一的 Saffy 当然都不例外啦。当然首先讲金像奖，即如果今年可以做到是非常开心，因为上年取消了其实是很失望，因为即金像奖是我每一年最期待的一个颁奖礼，即是一个即香港人的电影界的盛事，所以很希望可以今年，即是我们已经储了两年的戏了，希望可以今年顺利举行，可以参与看不看歌或者听不听名那些已经没想了，即总之有这个盛事可以举办到是已经很开心的。